中钢转炉时堆置倾倒在旗山的大林里，附近居民无奈地展开载水人生。有家回家，我家永远会应载。六亲妇产石灰流窜南部各个县市。养殖池，那其实它的水源就是直接抽这边的地下水。政府说这些是产品，不是废弃物。一场产品资格的论战开始燃烧。9月29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将播出产品资格战。